大家好，我是袁磊。这个问题，我个人感觉它不一定是怕下网，我认为它还是判断和合力不好。其实大家都说在身体前方击球，很多人理解在自己的身体正前方，这样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正前方击球的时候，你的摆型这样挥，其实你是够不到球。你说大家看这种摆型的话，你接触球一瞬间，你肯定要有这样一个动作，这样动作就不连贯了。肯定，我认为他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现象。其实我个人理解，应该把球让到自己的身体右侧前方，这样你看正常咱们摆型是这样的，你转腰的同时把球让到这个位置，应该在这个时候你的板面是正式向前，正面向前，这样的话你跟来球这样有个合力的过程击球出去。如果在身体的正前方击球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摆型是这样的，这球打到这边来，你要正前方打球，打到对方牌子上来，你为了赢钱怎么办？他就有一个这么个动作。所以说我感觉他造成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来的。所以说他打的时候，第一把节奏放一放，判断上不要着急去出手，把球放一放，放到这个位置，身体的右前方，这样的话你有个引拍转腰的时候把球让到这个位置再击打出去，我觉得就能解决了。这其实就是一个合力的判断问题，那放在这儿就出现这种状况，不如瓦伦可能就这样压，就应该是这种状况。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。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，我还不想跟